啊，老公嘞？你技能？喂，喂。哦，有声音。喂，进来吧。我还在更新。我只是好奇想做个东西，但这个东西要盖非常长。啊，很粗。各位早，各位早安。早，早。我能不能过顺利关台，就靠你们大家。我不能加入游戏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开着另外一个啊，好白痴哦，所以我要把这关掉哦。记得，好，今天没有私讯了，拜拜。你吃币啊？没，我只是偷笑而已。没有啊，你可以再开回来啊。那你们要再进来啊？我拉，请拉几趟就可以啦。哦，那你赶快啊。电脑不好，我家很穷。知道问题。他进得来吗？Hello。思考密码。没有密码。字有啦，字啦。我被恭维呢。恭维你。恭维你。好了，听他进来了。这已经是我最好的。啊？我说这一只已经是我最好的。不然你至少你没有装备吗？我有装备。那就好啦，不用怕啦。花小，就是你好丑哦，是不是？小皮哥是不是？又要打架了？不要打架，我最讨厌别人打架了。啊！看你好丑，我妈的！笑你！哎，你尊重一点哦。门是关的啦，低能儿。哦，我打不到你了，你关掉了。没有啊，我刚好在距离外。影片间的距离呢？啊、哦，好有哎、欸。好啦，嗯，先关掉吧。今天就先放你一马。真的很烂呢、欸。哎呀，这个就是我们先把上面那个平台先把。哎、欸，你们是开？你们上次玩这个？嘛不是吧？你们这账号是今年的吧？我这是今年的。对呀、啊。看要不要开去那个啊？之前玩的、啊，这是之前玩的地图啊。这是之前玩的不是吗？对啊，那看你们呢、啊。我用这次就好了。哦，那没有，就是来上面这边。我们要让这个平台都一样高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要水平，这个平台要一样高，不能上下，不能上下。对，所以要先，然后把看到空道就是先铲掉。暂停。对。OK。为什么我没有翅膀？我才问你啊！那你要点蜡烛吗？不用。
又要玩那个收集星星的东西。嗯，金融平台。我刚刚有去挖一些那个啦，木头。我带很多过来，没问题的。好的。我可以怎样？啊？哇！我死了。那不是跟你讲说会打到白龙？不是，他下去了。你说下面有翅膀，去哪？家里有翅膀。我在找了，我在找了。掉屁哦！我怎么嗯，好问题，这里有水，哪里有？我可以把它用掉，我可以把。好。我没翅膀，我一定是用下来的、啊。我翅膀嘞？你刚刚在犹豫要用这个，还是用今年在 FB 开台的那个账号？我这个就是今年在 FB 开台的账号啊。不是啊，那个啦，那个地图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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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在那边靠腰。对。你说谁？嗯。我怎样？太棒了你！呼哇！呼哇！这个岛是全掉。嗯？哎、欸，不是，这个是背景，你要瞧不到。不，我在丢我身上的垃圾。没，我是说左边那个钻头。挖东西不按 control， 这是低能。嗯。挖东西不按 control， 然后一直在那边坚持。啊？你说我吗？我。哦。你。他，阿莲他只要是高于那个云那个平台的云朵都要拆哦。不知道啊。我不能让星星掉在上面。啊！不要用我哦，你是的。靠！这应该是高空530的位置吧？不，542，是，好，啊，背景要挖吗？什么背景？你想要美观就挖，不要。我有点忘记。什么锤子？这个吗？对。我没带平台出门。我有。欸，后来不是说雕像不会再升那个夜视头盔吗？uh-huh. 我刚刚在挂的时候还是有，欸，我要靠人工打，用烫的烫不死，烫死的没有掉落。
停下停下停下，塞车了啦，紧呢、欸。这不好铺啊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我才不铺。所以我来跟小鱼抢攻。哈？哇！太多。喂。看，结果他们都在右边，我在一个人在左边，给我好好做啊！你要先把这边用。对啊，所以我再把左边弄一弄啊。我是之前 FB 的地图啊，我因为就是因为这张地图压制的比较干净啊，我比较喜欢这一张啊。打掉啊！你想死哦？我比较担心听打啦。我比较担心你们啦。那UFO不好打哦。那UFO比以前还恐怖哦。这假的！真的。没准他那么凶。以前他的射线不这一个高度，他不会穿墙，但他现在会穿墙。哦，我记得你之前开台有讲过。对啊，我想说干啥小，以前不会啊。那就有观众不在那边说，以前就会了啊，会啥小，以前就挂在这边挂网了、欸。被射进来，然后就说要拿这把剑帮我打。我说不要不要不要，你有本事就是不要拿这把剑打过。他说没有这把剑打不过 UFO。说怎么可能 ？UFO 是十巨人之后的难度的哎、欸。小鱼，干嘛？我第二专场，你有没有很开心？我第二专场，模仿啊，怎么叫？你说曾志伟吗？对啊，我刷爆你！干，你不觉得很像啊？我觉得还有很多人比你更像。靠，要你学我嘛？我不要学你。那你学啊，你学曾志伟嘛？要钓鱼喽！干嘛？欢迎你哦！想钓鱼，这个走。为什么有一只咖喱哦？咖喱哦，老头的那个、啊。我是穿那个月球装。对啊，有人跑了。没有啊，我们这边到底了。你们平台铺完了？啊？你们平台铺完了？铺完了，你不是只要铺平台，铺到同一高度？然后再是上面要放一个方块，平台上面放方块。你看，放快哦。嗯，我去你好了。然后你们那边的话是要一个倒三角形。我等一下过去啊，你要来我边铺也可以啊，先过来。我先来。哇！怎样？怎么了？你怎么铺到一半呢、啊？我没铺，我在这边都，我先把东西清干净。你是在怪我，我 是做的不好。对。是啊，我没有平台啊。你等我。也没有木头哎、欸。你等我，你等我，等我。你家队伍，你家哪一队？粉色的。嗯，
谢。哎、欸，阿贝来救我了。嗯，不是你吗？那个是哦。然后 Tina， 你先在那个平台上面放方块。我不知道怎么放、欸。没有，就平台上面放一个方块，然后横一样是横的一条。就是在它的平台上面吗？嗯。那我从开始开起点开始铺。那等一下开始要敲一个位置，那个位置要敲对才有用。可以铺木材吗？可以啊，木材你啊，不然你就去我们家左边有个史莱姆也可以。我刚刚开台前在那边挂很久。你家左边有个史莱姆？我们家左边嘛。好，你往上用一条线往上跳，有没有线？有。然后左边最左边的箱子吧，我有弄那个史莱姆块，你可以用那个。有吗？有啊，我看到啦。哦，你很棒。谢谢。你不觉得听我夸奖人很不习惯吗？我知道你会怕被干掉啊。我不会啊。我哪怕被你们干掉啊，拜托。你怕有一个平台听说很凶啊？有个平台很凶，我不怕那个平台啊。我他的头号粉丝，你忘了吗？你忘了这件事情吗？哇塞！你要死了吗？等一下，那个关掉了，那不用开了啦。我去关。我听到是搬东西的声音。啊，对啊，这个都打掉，这个先打掉。哎，小鱼。找到吗？这段几嘞？麦讲白贼话。茶包好耶！干，你先唱的、欸。你叫我干嘛？没有，就开始补啊。你继续走，我帮你铺剩的。跟宝物，兔兔，哎、欸。
过这样有个缺点，就是我们不能下去。什么意思？哦，对耶。对啊，反正没差，因为因为我们不需要下去了。怎么说嘞？因为我们走平地就好了。可以啊，用。啊。哎呀，绊倒了。机械没有事。我开了。手机不能啊，这是电脑版，这是 PC 哦。一样1.4啊，是啊，可是手机版，手机是手机跟电脑不一样啊。
好了吗？这边好了。好，那阿北你先继续补，我去教他们。你们不要动哦。你们那边拿锤子，这样子敲。那、啊、这个角度。什么对角度？这个角度。懂吗？每一个。对。要三角形往这边的哦，直角三角形直角这个位置。懂吗？你们要不要先敲一次，我看一下。Yeah. 啊，你等下敲错，我叫你全部都来把你敲回去而已啊。看你要选哪一个啊？等一下啦，有一些东西的。你是说这样吗？你要数的，会的。那我去打阿北喽。好，那好阿北。好，我们这边是要这样子敲。才说这边超级无聊。OK， 然后开那个我们之前玩的大地图，要敲四个小时哦。一二三四五，这个比我之前在那里弄那个高尔夫球有趣多了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因为那个还要一直算距离什么的。嘴巴无缘无故张开、欸，我现在就是张开的啊！请观众帮忙吗？请干爹。是这张地图原本就有在玩的干爹进来帮忙。我没玩。嗯。那、啊、你是拖我、哦、啊？所以那时候没有标记到你啊。那你就说你有，你可以啊，就让你进来啊。因为上一张地图，哇。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可以不要哎。欸不是啊，好黑哦，我妈呀！然、哦、后我叫一下，我叫一下，好，你的日晷在哪里嘞？我们这地图有日晷吗？哦、有在这里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好了，要白天了要白天了。你现在不能上去。鱼肉，做这个东西就是，那应该是看到某一个地方有某一些实验，想尝试看看。对，我吗？对，这本来就有的啊，只是之前我一直研究不出原理啊，我就没有玩啊。你懂吗？我懂。因为之前我有试过，但是失败的很挫折，因为研究不出来。然后昨天在示范给一个人看的时候，发现我成功了，就在用了。这个做什么用意的？就是我们每天晚上不是有星星掉下来吗？啊，星星掉下来就是砸到这个上面，啊，砸到这个上面会自动收集在我们家。手机资讯太多了，手机资讯，它挡住了我的，关掉啊！你会关吗 ？ESC， 哪里？地图下面有一些圈圈可以按，有吗？
有了，谢谢。早安安。哭啊！我敲到桶敲。没事啊。没事啊。他在我们那时候玩完结束后又改一次，增加公主进来了。他在我们玩完之后改版。嗯，我那时候玩的是 1.4 啊，他中途还有 1.4.05， 还有 1.4 点，现在 1.4.1， 然后现在又变 1.4.2。 1.4.2 是把所有英文变成中文化，所以那时候看一些装备效果都可以看得出来。谁啦？谁没打死啦？白龙吗？火星人要入侵了。我不知道，不是我。阿伯，不是我，我在左边。是啊，就是没人打死火星人会入侵，你自己小心哦、喔。应该不会，应该不会影响到你们啊！我打一打就好了吧。看到外星人了。而且这个火星人入侵也超快的、欸，一下就没了。没人多，打比较久。我发现那个三角形的那个被敲过之后不能翻那个炉哎、欸，炉塔。它上面不能放东西啊。哦。本来还想再放萤火之类的、啊，不然很黑。真的很黑。接到成就，然后你没打过，没有打赚。他现在有新增很多成就，啊！不要再打我，要死掉了吧！他现在连那个守塔都有成就，守塔超难的，他变超难的啊，真的很痛苦。他最后一波的龙，我差点被他打死，我这身装备差点被他打死。哇，这是
白龙玩死掉了。啊？小不行，救救我！这么长，我的天哪！哎，这个会睡着哎。我想说，你们没来帮我，应该是开到十二点了。那到半天去睡一下的意思吗？对啊，挂着，然后去睡觉。我现在睡两个小时就醒了、欸，我十一点睡到一点就醒。然后后来我发现一个东西，就是，滚，我们不是有生怪鸭子这些吗？对啊，好像补一些。石墙什么之类的就不会生怪了，怪就不会生在里面了。就是加工过的墙，像泥土那种就不行吗？嗯，就像烧过的石头，嗯，就不用特地去什么地板放岩浆什么之类的。好久，就很久啊，海水里。小玉。被芭比起来，哈哈哈！不如你就醒来，不要再睡了。那你唱歌啊 ？A B C D E H 啊，我没打死你啊！我打死。好。要么就是你不要被他照到，要么就打死他，你选一个吗？好，我看到他就跑。啊，你们上面也会被打吗？没，没有哦。没。那回家干嘛？好。顶多就有人不小心死掉的话，可能就是被挨打而已。手麻了，完蛋了！我的右手麻了，我还压着左键呢，我的天！我想存钱，先存一下钱吧，好像多钱被分发。对，你说的。这个剑炫炮就很炫炮啊，很泰拉瑞亚呢。
啊，结束了。为什么那么多外星人？三小。东西。外星人。哎、欸，有外星人才正常啊！你们那边没外星人才不正常吧？啊，两个坐骑。两个外星人坐骑。比较喜欢五角兽。五角兽。对。有东西比独角兽还快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它很可爱，因为我把它染成绿色的。恶心。你好绿、啊。的预知梦，我曾经梦到我一模一样的画面在敲这个，曾经不是第四发生过好几次的吗？没有啦，我们玩生存的时候没盖过这个东西啊。没，我是说那种建筑类的工程做太多次了，但是在梦中也是做这种工程。没有，因为我最近就是看到就想玩啊。然后另外一个地图没办法玩啊，今年那个地图没办法玩，黑道还是难度？难度啊！如果真的真要玩的话，要在困难模式之前用啊。嗯，不然一直有白龙冲过来。对啊。就那次那时候才屌嘛，我们还进入困难模式，就扔了一把手机了。那时候你也在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那时候就是在下面设施该有的没的。欸，我想到方法了。方法。等下再铺个红石线路，把这个东西隐藏起来，就改成背景了、啊。那、啊、这个桥又可以继续用了。为什么我画面怪怪的？嗯？好黑哦！他会把人。我们的星星这么少，看别人玩的时候，星星都爆肝多的。我废呀！又盖完发现根本没星星。我想知道为什么那个东西一直出现在我那。那个东西？外星。他知道你最好欺负啊！哭了，对不起，我回家了。打死！我没办法在他走之前打死，错人吗？啊，你那张地图有打过十巨人的吗？还没。
哦，那正常啊。没有啊，原本是我们在玩，然后有一天它更新之后，那个地图档损毁。啊？然后那时候就要开一张新的，那时候我跟艾琳在整。然后嘞？然后整一整，整到现在还没有整完。然后就摆着了。哦，天哪！怎么了？我看不到东西。这是可以调亮一点。可以啊。你敲完了？喂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给他那个夜帽子药水和光芒药水，忘记了。我怎么没想到？你怎么会没想到？对啊，怎么没有星星啊？是啊，我沿路捡了几个。你捡的还是他自己会飞过去给你捡？我捡的哦，输啊！有开始敲这个就没捡到过了哎、哇，终于有星星了，见。可是我要的不是这个，我要是你自己掉上去吸过来的。快到家了没？都还那么远！哦吼，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。然后打开地图看，才会发现再敲那么一点哦。阿贝，你有把所有衣服做了吗？没，我只做几个，加二的吗？对，就血地跟福地而已吧。嗯，啊，你不喜欢这个哦？我现在穿的这个，那个我还没做，你很帅，精心的材料。我是叫做你在找劳工的时候才开始做的哦。这叫做你第二次 tag 的。大概两分钟前，我才把这套弄好。切！我都觉得那个龙会挡画面很烦。嗯，所以我龙只用两次而已，小只一点。
滚臭龙！他现在星星上限可以到199以上而已。我讲一下哦，以前这个锯齿嘛，星星好像打到的时候会陷下去，他现在不会陷，所以晚点要做个连闪。完了，我是不是铺错了？怎样？你要过去？铺错了？你要过去骂你啊？你过来骂我一下好了。哪里铺错？你说。怎么了？没错啊。这段没错啊，怎么了？不是三角形在下面，不是角角在下面吗？这样子没错啊。啊？多了，这样子没错吗？这样子，你这边是要这样子啊？你是看我台是不是？不是啊。那、啊、你怎么会觉得这样子觉得？因为我最那哦，那你看我最后那边有错吗？我也在工作呢。什么叫最后？我在看了没？哭。哪里啊？是哦，你们上面空岛的水没有清掉啊，不是水啊，方块，哪里呀？最后，可是我到 Tina 这边了哎、欸。最后，但他在就是到地图的最边边的那种。没错啊，我到海边啦、啊。哎、欸，你很无聊哎、欸，把我骗过来。妈的！他想要你加班。那等一下你那个，我等一下再清好了。你上面的鱼没有打掉。老君你看呐、啊，哎、欸，你看那个小缩图，你真的超像哥布林。啊，小雨，啊，你超像哥布林的，真小，但不行。哥布鱼，啥嗨？点钱，看来阿贝好了，阿贝冲啊！我在检查我有没有落掉的。啊，你帮我申报检查。
手酸的、欸。我现在手很麻哎、欸。我眼睛比较痛。你可以去那个跟矿工买那个啊，夜视头盔跟那个。我本人眼睛很痛，因为我很 focus 在那个方块上面。你可以把视野拉到最大。我们在盖什么？就是盖说这个东西会自动运到我们家。石头皇上哎、欸，快点骑着你的小乌龟过来吧。啊，不然阿贝你先用好了，我先铺线路。哦。好。方便。之前的啊，就舌头皇上那一张啊，你出巡的那一张啊，要说好吗？我看到那个外星人有现在我，可是他都吃在下面。敲了那么久钟，哦，啊，看到明，可是，是你是朝着这边跑过来的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想说敲了那么久，我看到一个名字，可是你是朝着这边跑过来的。我先铺线路啊。然后是不是没连到？不用怕，我再看一次。好，警察，警察。星星飞行版是什么？那个是打。看到小鱼了。那个是打那个其中之王的东西，对，越王掉的，是越王吗？还是女王？哦、对，越王，越王，女王是掉另外一个是可以让你永久飞行。没连到吗？有吧，有吧。哦，别超骗人。好好学我。都掉。那如果是大地图的话，会敲到死？会啊，
哇，已经看他一个小时，我们在敲这个东西敲了一个小时，你敢信？没有，我们从20分才开始敲的。所以大地图，我就说大地图，我们四个会敲到12点的、啊。那小地图，我一个人一定要敲到12点。我当然敢信啊！精算呢？考古啊？精算？哎、欸，是够了，外星人！哭啊！不，那红红的干嘛？这线红石线路啊！刚刚被怼了一下，有点不开心。是墨鸡哦，墨鸡，这样子，台中有一家很好吃的，有啊，你都不上来，笑死，笑什么？讲的好像我可以过去一样，你可以啊，你可能你来可能要一个月吧。看就知道是要干嘛的，别急，你看看，哦，它比较好是它可以买这个连闪，不用再做。应该这样吧，好了。哇哇，卡在下面的平台。啊！你！等一下，抱歉。啊！你的妈！等一下啦，好了吗？多少只怪物突然冲过来？不是哦，我怎么知道它一放上去就闪了？我来了。怎样啦？我怎么知道他就一下子就射出去了？怎么下棋
醒了，好不好？醒了就好啊。哦，难怪你们这边会敲标准。左边敲四下，你们这边敲五下。刚有吓到吗？我刚想说奇怪，这灯亮的应该是正常没错，然后结果发现原来开始拍好。或者要敲成一格一格，就是要让，这游戏有个就是类似也是蛮快挤压 bug， 这样子的话，还可以用吗？我想看看。哦，各位。日晷的 CD 还没到，什么？天哪！不用担心，我来了，小雨我来了，保护 Tina 吧。没关系，我寻找别人。哦，你要不要召唤法杖啊？龙的，我知道你需要，快点，等你趁现在，快快快快快！那时候看到那个说什么血月增加那个、啊、怪物生成，他什么东西放？哎，能不捡？对，我身上很满。我丢出来了吗？你没有啊？哦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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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牛要太多了吧？不想帮你挡，挡不到。召唤剑保护能力比较好吗？有吗？我觉得召唤剑有时候很雷、欸。那小鱼，你换这一把吧。啊、你换这一把。那召唤剑不，一是不能穿墙，有时候他挥刀速度没有比白龙，没有比龙快啊。我不明白。那给我。那感觉你用龙还比较好。那你试试看啊。东西啊，都行啊，用啦。哎、欸，有哎、
跟你讲，白龙用习惯了，用召唤金的常常会忘记。好。最近就是又有跳那个我们之前打眼球王的片段，你有记得吗？碰到八个那个眼球啊，爆冲爆冲的那一只，对，咬人跟咬没咬一样，但是速度看起来很恐怖的那一只。有参与到吗？有吧。干嘛？你心情不好？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只是真的还有。还有什么？当然还有啊，我是说保护你才往前走的、欸、你看你要看到 Tina 跟阿贝的 ID 要越来越小，我们才结束呢。会不会敲到十点、啊、当我们见面的时候就结束。我估计是九点半啊。我还可以更快的啦，刚刚有人叫我去看一下他盖的有没有正确啦。傻爆眼。啊。走。如果这失败的话，我就关游戏。哦耶！好，你们可以径直回去了。我检查一下。怎样？救我！我叫护士姐姐。阿贝，你是飞着的吧？嗯，飞着。那缇娜嘞？嗯？有欸！你们看头上星星，有没有像掉下来？有看到？哎、欸，有啊！不用关游戏了，你们很棒，就是这样子。你知道那么多星星干嘛？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玩过星星大炮之类的、
所以才想说测试看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就可以用星星大炮，因为星星大炮可以打很多 boss， 前期很多 boss。星星大炮前期的伤害很可观。对啊，但是就是要消耗大量的星星。啊，所以你不可能整天都在。为什么你有？你周边这是什么东西？你是什么套装？金金吗？金娜，你是什么套装？对啊，钛金。哦。好脏哦！好了，舌头有看到吗？没看到的话，你给我去翻记录档，像这样子，星星会这样子坠下来，坠下来，坠下来，没了，好了，没了。为什么我可以解成就？我成就，我也解到成就，就是派对的成就啊！现在有很多新的。应该说是旧的，原本没有的，会变成新的有的。谁拿走我的盒子？什么盒子？哦、就是你，我才想说怎么。嘿嘿嘿，它是珍珠木筏呀，它珍珠哎。就进入那个肉墙后，它等级也会变，颜色也是。嗯。哎、欸。天虎钓鱼、喔、到底有多喜欢钓鱼？天虎早就没了，天虎在呀、啊，在呀、啊，在吗？你现在凶什么？凶你啊！你凭什么啊？凭我就帮你盖了那东西。哎，我也是让你看到好东西呀、啊，可以看呢、欸。不要给我，谢谢。哎、欸，我钓到了，好，还你，还你，还你。哎、欸，我捡到了，你开吧。开什么？哎、欸，你是不是真的很不想要啊？法宝眼，我是超满的。你收起来啊！把什么丢掉？不然你把这条龙丢在这边嘛，我去下面把开关打开，让它运回家嘛。不用还你了。哎、欸，缇娜，还有一个可以开。没有。缇娜，又有一个可以开。好，我看我会开到什么。有人的气球吗？哦，河豚气球。红气球，借我灌一下哈。有啊，掉下来吗？你们有掉下来吗？是开的吗？把我的钓竿收到哪去了？鱼怎么掉下来了？说什么？我说鱼怎么也跟着掉下来了？因为我刚刚是在满的。九层宝典。哎呀！石头不会真的不见了吧？问一问，问到人不见。对啊，他就是。他是这种人啊，不知道。他真的是。公文有更新好吗？有些还没。这些都是我打到的宝箱，不舍得拆开。全部都把它放在这里，傻爆眼。
什么宝箱？哦，你说这些啊？大敌的，不是。你知道有？怎么会的吗？你知道原本只有四条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这跟上面的是我加的。也跟我一样无聊。箱子很多。我今天刚有开对啊，我们的风筝我都放这边。可是我之前在整，就是地图弹损毁，然后我在整地的时候打到的东西。哦，这个是有个季节叫做大风天，然后那天会有气球史莱姆，然后打死有机会有风筝，风筝几率是 0.2%。你要这样欺负他吗？为什么我线一直断？哦，你的线一直断，我线一直断。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带宝宝？拜拜。这三个东西好吗？这东西就是这样子玩的啊。丢去。钱比较不会动。要什么？要这个吗？什么？你啊？可以。什么？嗯，金石的金洞，就是按右键可以拿到东西。右键。应该放个方块在。这边是收集的，对啊。你还要测试什么吗？没有，我要先把这个弄好。结束了，被关台了。三弟，还没到九点半，滚。怎样啦？嗯？打架啊，弟弟，你们打。他打输我很无聊哦。哇，哎、欸，他
蓄势待发哎、欸。等一下、喔，我看一下。关，哎、欸，都要打哦、喔。我觉得我被瞧不起了，我需要证明自己。我要来看戏的。我也。你们在哪里打？我在哪里打？我不知道救主在哪啊。我在家里啊。家里。你什么颜色？你不要在家里打，家里很乱呢、欸。白色。哎、欸。你们在这里打啦。这样不能按，好了，来吧。这里的方块呢？刚刚你块方块，好。啊。那个方块。对，我没做好心理准备。你就是色白痴哦、喔。突然贴上来吗？嗯。你要做几次的心理准备？我换一下武器。等一下、喔。嗯，我干嘛？先把东西存进去。等一下啊、喔，快要回来了，我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等一下，我还在找我的武器，太多收纳箱了。算了，空间。看了。开打都不会讲哦、喔，不会、啊，你不要跑，妈的，你怎么没跑、啊？有没有想过看戏的人有点累？他、啊、每次打都是我追他，啊、然后他回头射我啊，射音就说嘿嘿嫩。妈，有没有想过追人的感受？还想躲啊？怎么被看到的？门有开好吗？啊，对哦。不要走啊！你不要躲啊！你不要躲啊！你不要躲啊！等一下，我怎么要找这个啊？白痴哦！护士姐姐救我！妈，你不要干什么？什么干？这种护士。啊！干嘛、啊？他一定要去那边做什么地雷陷阱、炸弹之类的。他就是这样子啊！妈的！他把不要走心啊！门还是开着的、欸，我看是关的的、欸。缇娜，不要吓我啦，白痴哦、喔！我想说，我在这里，你在这边会帮他进来，你知道吗？是谁放的、啊？不是我，我看到了吧？缇娜，给我出来！你怎么说？我猜的啊。
你现在在右边嘛，我就随便挥一下，挥一下。你们顾虑过看戏的人感受啊？不行，顾虑的话就是我一直死。你再不来的话，我又补血了哦。开大气啊！这台开到明天啦、啊。没有啊。阿梅加油，我支持你！我先把护士姐姐干死。你干死护士我没差，我。看到你了啦！不觉得伤害太低了？会很痛哎、欸！这就那个冰龙法杖啊！我知道啊。看着护士姐姐。啊！奇怪，为什么我跑这么慢啊？你知道这个这星星就跟那个日空飞行一样啊？你看、哦、你不要打我、哦，你不要打我、哦，来，你往右边飞。右边呐、啊，这边呐、啊，右边呐、啊，来、哦，我飞哦，飞给你看哦。有吗？有。对啊，它可以平飞啊，平飞比较快。变墓园了啦，只是爽没？还没。这个修杰都成就了。对，我在找我的装备啊。不是啦，意外啦！我要拿稿子敲，怎么敲到你啊？你说拿稿子，你这是天敌剑啊？不是，我那把剑是一，稿子在三。那时候拿稿子敲到你，我想要跑掉的时候拿到那个剑敲到你。哎、欸，还有几个墓碑在哪？哦，在下面。死老头，今天。死老头，今天。在这边。今天我是点点。哦，有，好了吗？嗯，有齁。啊！我什么都没看到。什么都没看见，看得到一条很残的气跑出来。不行，你这把剑太快了。可恶！下次我会变得更强再回来的。你好厉害！你别给我跑！你别给我跑！我不会给你下次机会的。你不要给我跑！你是回家了？那这个会有同队伤害吗？看一下，那、欸、可以吗？不行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炸弹，跟解成就啊！哎、欸，不知道摸过去了啊？东西，哇，不好意思，摸回家了。然后嘞，怎么了？怎么了吗？我的海豚机关枪的，给你了，你都用不到。他现在改的时候是两边都会有 BOSS， 小玉给你玩啊，你不是有那个
我什么？我只有溜溜球哎、欸。弩枪不是吗？还是什么的？我不要，我想要带一个废物在那边等等级，等经验。啊，在保险箱，我去拿一下。哦。记得这个箱很难啊，可是有你在，我们就可以。没有。他、啊、最后那个这一波的龙，我就说他差点把我咬死。可是他是把我咬死，就是把水晶咬坏。掉下来呀、啊！我那时候也是算放，把这个放在这边挂网，就后面就不行玩。他有新的成就是完成撒旦军团。我记得打那个女王和史莱姆不是也有新的成就吗？对啊。英国魔力。我们不用上班呢、欸，突然想到。什么东西？就不用上班。你那不用上班？对啊，是礼拜天啊。礼拜天我不在啊，快台啊，那我就可以爽一整天了。什么章？应该是挂墙壁的勋章吧？是吗？对，特点。对啊。好棒！钓鱼喽！
听到你有没有那个什么天国魔力绿绿的东西？有啊。你就给小鱼啊。那是这个阶段的这个模式，可以用那个天国魔力换炮台，你就可以招大量的炮台出来玩。我还收税了。来，小鱼给你。可怜那老头，你的墓被拆不掉，只能永远存在这兒。还可以存活五分钟吧。那么慢的出来，你被那个他的口水喷到，那个食人魔会喷口水还是什么东西丢出去？真想捡这个猫蛋。为什么给我蛋？那是食人魔的费洛蒙，一样就给你。每次可以召唤出一只很厌世的猫。猫？嗯，你身上会割什么 GOLO 的蛋？可以。对，有猫耳朵的蛋，你吃掉。我把那。有吗？有，它在我旁边。有齁。刚做一波了吧？他被在中间，然后他会直接伸在旁边，超奇妙的。你们要不要来看？喷火龙，他是咬，这咬真的超痛的。神教神级飞，那个是我觉得看地图用的。哇，赞！那你可以敲掉你的墓碑了。乐一百颗，然后 Tina， 你靠近这边不会拿到一个什么护卫奖章吗？有啊，护卫奖章哥，你有玩过这个东西吗？有啊，哦，那不用介绍了，解释了。哦，我才知道玩专家跟大师模式的，你的防御力会扣欸。我操，有啊，他好像怪打的你很痛，但是你的防御力会扣。那就这样吧，关台休息。我现在有198个了。可是后面也不知道买什么，买一个护卫熔炉嘛，中介箱。我还没买他的衣服啊，他衣服都很强啊。可是他衣服只能用在那个召唤物上啊，守卫上，应该说这是守卫。好吧，那算了。对啊，它是增加哨兵数量哦，不是召唤物伤量。注意看一下。对不起。你这里有在叫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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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叫了。把它抓起来啊！超死。不要。叫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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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啊，你收台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关掉。好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。这个东西原则上就这样子嘛，刚也示范过了啦，上去。就是丢出去，然后会下来的东西啊，这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地图去收集星星啊，星星就是在自己跑下来给你这样的东西，看这样下来寄给你，就这样子啊。想说如果之后还有机会玩再开张新地图的话，就前期先把这盖一盖吧，那就有大量的星星可以拿了。所以这样也不错。那这个有手动开关跟，这就是手动开关啊，自动开关，五秒闪一次。它、啊、这个手动开关是你要嘛就是永久打开，永久关起来。如果关起来的话，就是可以像我们今天要钓鱼。今天来这边钓鱼嘛，那因为下不去啊，下不去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在那边钓鱼了。就是还要再微调啊！感谢各位今晚收看。那明天巧克力没揪的话就不会开台了，所以明天可以去看其他人的台啦。感谢各位收看，让我晚安啦，拜拜拜拜拜拜。